今天我们吃一个海里的星星，派大星。派大星跟谁是好朋友啊？吃里面的黄哦，这个大的黄最多，像这种小的估计没啥黄，那小的是扁扁的，都没怎么熟。这个味儿我感觉我吃不习惯。黄挺多，芜湖消瘦啊，粑粑一样。春的我一激扭。